水哥泡茶给水喝，水喝啊。自己喝。我小姨去上学那么闲啊，还可以在家喝茶呀、啊。怎么就今天闲空好没？我今天哪天都闲空好不好？是的。那不是。干嘛去？今天趁着天气好，我们去搅一下我们的豆角藤。一个人的事叫也叫我去。哎呀，反正闲着也闲着嘛，大家一起作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玉妈妈。你小玉去上学了，趁着天气好，阴阴的天。哟、哦，我跟阿学哥去看一下我那豆角开花了没有。这边把那个藤搅一下。阿学哥，你要玩手机，你不要掉到田鸡下面去哦。闭着眼睛都走得到。这段路走了多少年了？是咯。往这里走，天气太旱了，我们家的红薯菜都干完了，天天都不下雨。哎呀，哇，开花了，干了。又要抽水了，抽水的门呢？你挑吧。哇，真的是，久久不来看一下都开花了。那我也准备有豆角吃哦。放肥。要放肥料了，晚上拿点肥来放，蛮好的。那天我抽水来泡的好吗？要打药了。哦，要不有虫？你看这里，叶子都卷了。你挑一桶水来闻着。搅一下，他自己种藤呢，不怎么用搅的，他开始搅一下上来，等他自己长好，你看他就会自己搅上来了，他自己会自己走的，跟着个钟，这个竹子豆渣走。他蛮多花了，过几天就能有豆角吃了。小哥你慢点哦。那么多豆渣卡着不好扔哦。天气预报今天说下雨哦，天天都是大太阳。天气预报是准的。下一下不在这个地方呢，局部有大雨。这个藤都掉下来了，我来搅上去。这其实也不用怎么搅了，它自己走的有路了哦，它自己就会上去了。地下还有一点，把它搞好去。两三箱阴塞都有多了。
施肥了，要放肥了，开始开花可以放肥了。嗯。到时候可以送那个隔壁家呀，哦。我们腌不完的话。你还不吃酸，吃肉了。你吃肉。今天早上都老妈都来帮搅过了这里，你看。我妈天天来菜地的，可能她看见。她看见就来帮我搅了一下。走了，我们不搅了吧，回家了。嗯。你放肥，里面有草要拔一下吧，那个肥给草吃完去。没有草的啦，那么干净。这叫干净。你那边那行就得了，这边这行不用人了，啊？那边还湿的，就是这，就是这边这里啊。头前这里干干净。嗯。你都不好进去了。肥料晚上，嗯，嗯，肥料带来人，两担水它就可以了。这边还是湿的，再抽点水啊，再抽点水来泡一下，放点肥料，放肥料再泡啊、哦。嗯，这泡生意蛮好。老妈子的，老妈的花生，走了，回去了。你拿了，拿点肥料来放。拿了甜的种的花生。啊，回家。回家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拜拜。